慢点，走，往里走，慢，最后一排有座，班车上下的啊，末班车啊，末班车，不要跟我坐啊，坐坐吧，来坐下，简单聊天，后门关。车辆数字请确认座号，当下车门开启这玩意儿啊，喂，妈，啊，我加班。用今天时髦的话，哎呦，米斯麦丰盛，也有它不同的流行趋势。什么叫流行趋势？看举个例子啊，大概80-90年代那会儿，在年轻人堆里特别流行的一种玩法，叫什么呀？蹦迪。当年北京城里就有那么几家特别火的迪厅，一到晚上营业时间，好些个大姑娘小伙子真是分波分批的骑着自行车都往那儿赶。那时候蹦迪啊，正是个时髦的事儿。